都在等谁？都在等应该要切腹谢罪的那个啊、哦，不是？哦，来，署长，署长，署长晚安。是，哎呦，又正又正，好。刑扣，刑扣。这个，来了，我是犯了什么叛国罪啊？还是杀了多少人啊？所以我要切腹自杀。我告诉你，要切腹自杀的就是太阳花，太阳花这一群人。他什么样的？要钱不要命。你有本事不要服贸，你那个法也把它废了，好不好？嗯，对不对？我要讲一下，我们呢、啊，两岸因为有签署的医药卫生协定，所以我们今天疫情超前部署，就是因为有这个两岸医药卫生协定。哦，这个一月初，大陆有发生不明的传染病，对不对？对，我们就是根据医药卫生协定，没有一个国家。美国、英国、日本，什么世界卫生组织都没有派任何一个人到武汉去。嗯，我们根据这个医药协定里面就有两岸要共同为了老百姓的健康有这个防疫的协定，所以呢，在一月十二号，我们就派了庄银清。嗯，庄银清是什么？我当署长的时候 ，H1N1 防疫的南部指挥中心的。指挥官，还有呢，我们那个叫做防疫医师，哦，这是疾病管制局的，那时候现在叫疾病管制署，对，的这个洪敏南防疫医师，两个人到了武汉去。到了武汉以后呢，这个就发现有人传人的可能，所以一月二十号，因为有这个资料，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资料，对，没错，我们就成立了。防疫指挥中心是由那时候的疾病管制署的署长，是以前我的老同事了、啊。我当署长的时候，他是疾管局的副局长，周志豪，担任指挥官。到了二十四号就改成一级开设，就请陈时中部长担任总指挥官。如果没有这个两岸医药卫生协定，那我们不会超前部署。对，没错。所以呢，这几个人呢、啊、才应该切腹自杀，所以我要骂他叉叉叉，对不对？你看，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派人到大陆武汉去哦。对，你有提到这个根本不是你签的，对不对？哎，他们说是你签的、啊。我讲这个，不是我讲这个过程啊。那个那一年，2010年嘛，哦，我到了这个 WHA，那么对方呢，陈竹部长。我们就见面，两边的专家开了一个闭门会议，说为了人民，不管你是台湾人、大陆人、中国人，我们应该要这个为了民众的健康，要来共同来合作。嗯，那么我们就把两边的官员都讨论完了以后，就回到台湾，他就派了黄杰夫副部长到台大新闻部，哎，对对对，来看我。那么我们呢，也把这些台湾的专家跟他们的专家，在台大秀尔会馆列出来说，我们两岸哪些事情可以合作，为了民众，为了民众的健康跟生命，民众的生命健康不重要吗？当然重要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成果送到海基会，通知对方的海协会，就签了两岸医药卫生协定，这个协定今天还在。这个中华民国有这个协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这个协议在，所以这个协议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字叫做大中华，大中华是商业上的名字，对不对？你说微软哎，大中华，对不对？以前有王安电脑，那是几十年前的，那时候大中华，哎，这个日本有一个这个总部，因为日本的国经济规模大，其他的这些国家呢，包括什么韩国啦什么。这个香港啊，新加坡、啊，这叫大中华。我们的合约里面没有"大中华"这三个字，这几个混蛋、王八蛋就有这个这个东西啊。果然是去你插个蛋哈！他们才应该切腹啊！他们这人才切腹，他们有本事不要服贸，你们就是上街头，我跟你们上街头，把一个法给废了，好不好？哦，对不对？所以这些人就是为什么说我要切腹，他们才要切腹。这切腹是很严重的指控啊！很严重啊！叛国了吗？我杀了多少人吗？切腹是带着羞辱去轻生啊！骂他叉叉叉，刚好而已啊！哎，帮我下个标，跟我回文骂，说骂他叉叉叉，骂他更惨，对不对？所以这些人，
我们台湾今天能够超前部署，就从这来的。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我们防疫这么好。对，陈时中要跟我鞠躬。对，所以陈时中对哦，部长要谢谢一下我们的署长，好不好？所以那个署长，谢谢大家。我想请问一下哈，就说您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签了这个所谓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所以我们的我们可以派人去，我们派人去武汉了解状况，他们不能够拒绝，但别的国家派去的他们可以拒绝。我们台湾非常好的防疫的专家，嗯，只是这次他没有参加这个，是那个时候 H1N1 的时候他是非常好的专家，我们要防疫医师，对这个去。对不对？我问你，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派人到武汉去？在那个时候，对啊，是啊，所以我那时候还蛮讶异的，就怎么我们怎么可以去？我们的关这个蔡政府关系跟对岸这么差，他居然让我们派人去，怎么那么奇怪？如果要骂的话，还是骂马英九，因为他这个此次底下签了这个两岸医药卫生协定，对不对？这个好，组长，我接下来要跟你反正什么东西都是马英九的错。对，没有，我跟你讲，你错了，现在不是马维拉，现在是杨维拉。你知道吗？现在是杨维拉哈，署长你不要挂，你等一下哈，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视墙，杨维拉的电视墙，你等一下，不要挂，署长不要挂哈，来，看到没有？杨维拉上场啦，各位，署长要听啊，来，杨维拉上场，为什么？好，出场时机，好，群起围攻，发生什么事情呢？好，转移焦点，好，来，我们现在看哈。出场时机，好，这个防疫出现漏洞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时候，我们的部那个这个署长是否提到说这个违就布桃的危机嘛？哈，是否说这个违规医师按838对的这个在可能自觉上面不太够，好，就这个我们署长提出了这样的说法。就当时呢，来有没有出场时机到了啊？出场时机来群起围攻了，福院党就接力炮轰，然后唾弃杨志良不当发言，网军侧翼。这个绿营侧翼这样疯狂的攻击他，一直骂他，有没有？有吧？然后呢，打杨志良是要转移什么？对吗？大内宣神话破功嘛。所以杨志良才是杨维拉。再来还有，来出场时机往下看，布桃危机扩大的时候，就这么巧。好说多久？好多少？一年前是不是？还多久以前拍的照片？突然间出现，对，照片突然间出现了。好，你看啊，这手机上哦，在捷运内底讲的时阵哦。蹭口罩啊，不是这蹭口罩，好像脱口罩，然后来网军又来了，好，杨志良就是防疫破口，安诺，然后一大堆民进党政治人物也开始骂他，攻击他，有没有？有吧？然后呢，来打杨志良是为什么？就这个嘛，布桃危机扩大嘛，赶快打杨志良转移焦点呐、啊！再来还有啊，好、哦、来，现在这件事情，好、哦、疫苗担保啊，杨志良始作俑者，好、哦、青绿的民团就开始。要切腹谢罪，是不是？有人就说是转移疫苗的进度落后来救吴立伟啦，谁是吴立伟啊？你去问孙大千啊，孙大千跟吴立伟很熟，来请坐。好，谢谢。来，署长，请您再出现，是不是？所以我说，起码现在不是马维拉啦，也不是共维拉哈，也不是我没有资格当维拉，但现在对民进党来说，好像在防疫这件事情上面做得好的没问题，做不好的。被质疑的可能有漏洞的，立刻就把杨维拉请出场，所以你已经三度出场了，你知道吗？不过他那时候不是说我猪头，后来我会变成先知了吗？对，你后来又变先知啊？对啊，是啊，对啊，是啊，嗯，所以你觉得被当杨维拉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吗？我解救了马总统啊，马英九，对不对？对，免得他老是被马维拉，对不对？对，现在你是杨维拉、嗯、啊，对，好，那杨维拉，我要跟你请教一下哈、哦，不是杨维拉，对不起，署长，我要跟您这个请教一下，讨论一下，就是说，当然邀请到您哈、哦，除了这个去你插个蛋哦，切腹谢罪，到底谁敢切杨维拉之外，我还要请教您的是，现在哈、哦，我们这个疫苗的状况，待会后面我们会聊到，我先请教署长哈、哦，现在这个疫苗的状况，怎么看起来好像说好要拿到了这个 AZ 疫苗，好像又卡住了。好像又拿不到了，那大家就好奇，就问陈时中啊，哎，部长到底有什么不能说的？到底为什么？他讲一句话叫做保密协定啊，因为我签保密协定，所以没办法跟你讲那么多。确实存在这种保密协定，真的什么都不能跟我们透露吗？那一定有猫腻啊！你说哪一个国家不是公开透明？我觉得这个陈时中老弟啊，我奉劝他一句话啊，这个疫苗的事情啊，就是第一个是不是安全？嗯，第二个是有效，
第三个呢，施打是不是方便啊？价格是不是合理？你现在陈时中已经改来改去，变了多少次了、啊？一伙有，一伙没有，一伙几千剂、几万剂，一伙又这个千万剂又变二十万剂，五万剂现在变二十万剂。他最不应该的，在讲的东西讲错。他讲说要买我们的自己国产的疫苗，对，那一家叫做什么？我都那家名字都忘了。担心不重要，哎，对。他说，第二期完了，第一期当然就是正常的人，看看有没有，什么严重的这个副作用啊，或者是疾病。第二期呢，就是找几百个人，最多三千个人，就说看有没有产生抗体。然后他说这样子就可以这个紧急授权，他完全错了，一定要三期完了才能够。紧急授权哦，真的、哦，所以他讲错了、他完全违反这个中华民国的法令。二期完了怎么可以用呢？他胡说八道啊！对，二期不能用，三期才能用嘛，胡说八道。对啊，三期他没办法做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他没有疫情嘛，所以那你要到别的国家去。所以为什么美国川普就花了将近100亿美金呢？每一家给20亿美金。对，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一定要第三期完，那其实我们讲了很多次了，他都没有做，是不是他私底下在做？就是我们疫苗是有制造的能力，我们应该去像印度，像这个有些国家，我去买专利，那在台湾生产，这是最快的方法。不然的话，你去买，对对不对？他说这个原来说 AZ 不好，现在又说怎么好？对，那他做的表，因为只买得到 AZ， 专家所做的表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那他说是就是，他说不是就不是，他说机密就是机密，那别的国家怎么样？对啊、那到时候你看英国已经打了这个10,000,000人，1,000,000人次啊，那么他现在马上下个月就要解封了，那别的国家都解封了，我们还在封在那里，那这个我们呢？这个整个基层的经济就全部垮了。对，那当然呢，到了今年的第四季，当然一定会有疫苗。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们疫苗全世界充满了疫苗，对，疫苗大家都打完了啦。不是40块钱美金的，可能4块美金，哦，有可能多到不行。那个时候就担任疫苗，那就是这样。可是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基层的民众已经都恶垮了。好，所以这个时钟老弟啊，拜托一下啊。我是很支持你的，我就怕这个你的信用啊全部垮了，你信用垮，一定指挥中心信用垮了，那整个国家就垮了。哎，别，所以首长别担心啊。我很担心啊，因为我住在这里的人呢、啊，我在这里生活、啊，对不对？我们从紧张，他们也不会领情的啦，哈。